大家好，我是法国寿司哥，今天给大家取个三文鱼的一个手握，这是三文鱼肚部分，我们旁边先修一刀，整体成一个平行。好，这边先来一刀，长度、宽度，取刀的时候一刀刮下来，开动的时候刀立起来，取出来的话比较有立体感。现在我们把剩余的都取一下。这就是三文鱼手握的一个取材作品，每天更新，喜欢的老铁双击关注，感谢。